我就不相信，我条件这么好，会无人爱？只要我愿意，也是有足侪查甫人会想要跟我做伙。李俊杰，我早晚会让你后悔，要选择我。姐，我得过腰。咱早这么忝，应该好好补充些营养嘛。你即摆是咧学咧话啥？你敢会记得你顶摆咱清醒时，你敢骂甲臭头？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而且迄届咱两个人拢有啉咧加料水，我根本就啥物拢袂记得。啊，不过即届是我家己心甘情愿的。所以当然感觉不同款。那你呢？你跟我讲有同款的感觉？同款的感觉是，还是当然啦、啊。这边我是心甘情愿、全心全意的。刚刚经过昨暗，你也是不相信我？我当然嘛相信，只是不管哪个。我跟你家并无任何血缘关系，所以我随时有可能会被赶出去。我心肝内有遐尼啊侪无安全感，你应该真了解。你放心吧，从今仔开始，我李俊豪给你外教。咱一定要合作联手，把所有咱的一切拢抬倒来。你敢真正要给我外靠？还是当然啦，我若不给你外靠，啥物给你靠？规个李家，你都要上火。那是安尼，你也敢过会想起李俊杰啊？你放心，我对李俊杰已经铁定死心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帮助你跟李俊杰拍牌。你一定要抽到一品的监管，只要咱两个人好好合作。我相信，绝对会当把李俊杰、把刘慧婷压落地，让伊无好日子通过。可是，你放心啦，只要咱两个联手合作，一定会当把小丹一家人撮倒来。一定做得到的。只是，咱也是袂当互任何人知影，咱已经联手啊。安尼我才会当甲因继续保持好的关系。知影因耍落来，要做啥？你讲的无唔对，我嘛会尽量马啪啪甲因的关系，绝对袂当让李俊杰一个有种经理丢落地哦。嗯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想说什么后遗症啊？你身体刚好无爽快，免那有可怜啦、啊。怎拢无啊几啊嘛？而且有时我嘛看到，嘿嘿嘿。所以吼、哦，算起码我的分泌指数跟我阿妈同款，我嘛水清快。你妈后背乱讲话哩，
弟哦，跟我阿妈同款啊，总爱过身呢，爱听个爱笑。什么事啊你？我若想要继续踮伫你家，就要想办法，把伊两个人安搭好势。领导到啊，去入去休困。你跟我做伙滴吧，李可欣对你所做遐个代志，我一定要跟我妈讲，看伊是毋是会当甲调离回总公司。啊，若无，你若是甲继续甲伊做伙伫同一间办公室上班哦，我惊你会做危险，我袂放心。我甲你做伙入去，安尼敢好？那么，李可欣的代志哦，今日一定爱有一个解决就对了，行。俊杰，俊杰，慧婷，我敢会当甲你讲几句话？我甲你无啥物话通讲啊，行啦。俊杰。我拜托你听我讲，我真正不是跳过伊海会定跋落海的，迄真正是一个意外。意外？你可好意思讲意外？我拢已经七八九哦，快点归过庭啊！你可别当我硬拗得着啊！我即马哦是失忆，不是失明呢。你先听我讲好不？迄个时阵，我看到会定跋落海，我真正是惊着啊！一时反应袂过来，规个人拢硬去啊！这也无收到，哎，赶紧找人来救伊。哦，所以你是惊到就对啊，惊到找人收到，找要创啥？惊你爸。太真个啦，慧婷，咱自细汉做伙大汉，你应该真了解我。我心里，我心里较想较歹，啊，不过我绝对不是迄款心肝遐尔恶毒的人。你应该嘛知影，我绝对无可能超工。要害你跋落水，要把你害死的！我拜托你原谅我，莫让我和我妈过出去好不？你可是无说安尼啊？俊杰当初也说好好休困，这个代志你咱这个讲。是要讲啥？莫阁讲啊！喂，你敢知影顶摆啊？伫食品研发室，伊敢想要用小汤来烫的，难不成我出来走动，你走出来吃好无？你这么心肝乌龙的小查某，真难做了，袂记这个代志。啊！你敢好意思讲哦？你不是偷故意？李可欣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即马唔讲我都无可能甲相信你的话啊！今仔我一定要甲所有代志拢讲我妈知，我好好处理你。行。好。今日你的心肝来，我就是一个心肝遐尔恶毒的人，我不愿意带人过客感情原谅我。我就只有以死谢罪啊！我若是死啊，至少伫我妈心肝来。你还是个乖查某囝，你莫来这套啦！啊，你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这种哦步数对我来讲一点路的拢无啦。因为哦，讲这种话的人哦，到最后拢袂死的。俊杰，你听到这吗？这天不留话。好不嘞。哦，天，你拢唔相信我？安尼，我即卖就去学校弄死，啊，证明我的清白。哎，你唔当咧做哈？迄车后修理是足贵嘞。哎，李可欣，哎，这个真正撞出去嘞，吼吼，叫小车好。李可欣，哎，阿叔危险，你知影无？你莫搞去，搞阿去死，这边我清白，你莫搞来好唔好？好啦，咱莫搞乱啦，你乱煞未啦？你一定也是去原谅我。我就只好用心，你证明我的清白啊！啊，放了放了，我原谅你啊！慧婷，你嘛较拜托，你发生过嘛爱看一下对象。啊，慧婷，你头拄讲啥？敢咪咱再讲一届？我讲我原谅你，啊，不过你以后袂当再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，啊，若无总经理就伤心的。慧婷，多谢你，真正就多谢你的。多谢你愿意原谅我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阁做出任何伤害你的代志啊！我会对俊杰放下，真心好好祝福恁两个人永远幸福快乐。好啦，我知影你已经知影家己做唔对啊，以后咱两个就好好相处。慧婷，多谢你。多谢你愿意原谅我。俊杰，你不会不甲讲？什么讲啥？
可是我见到你啊，原来是看你发的面子上，所以我给你最后一摆机会。不过以后你若是敢犯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我一定会把所有代事拢告我妈知影，让伊知影你这个查某囝有安尼恐怖。我知，你交代代志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注意。多谢你，多谢你愿意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气死，气到不动了。快点，我把刀腰啊，恁爸也吃吃面，啊，你煮我吃好吧？我考虑看嘛。啊，我煮好你先。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！李可欣真正是有够老练的，我一家到三高，我真正是如虎添翼。